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Kevin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贤文礼仕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位于贤文礼仕道的贤文礼仕总共有四座，一共提供134个单位。今次为大家介绍这个单位就是位于一座，实用面积1443尺。一推门入屋已经是见到这个长方形的客饭厅，面积相当阔落。客厅隔离就是露台，现在我就是从这个露台那里可以望到出去，主要呢都是望回我们对面的学校院楼景。这个单位呢不是露台添啊，直情是平台啊，伸延到去主人房的位置。饭厅隔离原本是一个储物室的，业主呢就将它的墙拆了，就成为这个家庭娱乐室。单位呢就是属于三房两套的间隔，现在我们就是先望一望主人房。主人房景观都是望回对面学校的院楼景。主人房呢就是成长方形的，怎样摆衣柜和双人床都不是问题。主人房浴室保留返是收楼标准，保养得不错，有充足的储物空间。浴缸和企缸是分开的。隔离那间小套房面积都相当不错。小套房浴室保留返收楼标准，用浴缸。客房这个位置就可以做入场衣柜。睡寝区的面积亦都相当不错。客厕同样整齐企理，保留返是用浴缸。厨房就是呈长方形的设计，两边都做了很多的橱柜，有足够的位置做备餐和煮食的空间，提供了基本的煮食炉具和厨房电器。厨房里面还有工人房，工人有他自己休息的地方和独立洗手间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影片，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、分享和订阅我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